而且会有潮汐。在我们图书艺文中心啊，从五月十二到六月十九，我们推出我们陆秀社区大学春季班的一个静态的一个成果展。那尤其现场真的很多的作品，也有我们在地很多的一些工艺。那尤其今天所展出，可以说有我们的书法，那有我们这个木雕工艺，还有我们那个蔺草的一个编织春拉灰，很多的这些作品呈现在我们读书艺文中心这边。那真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社区大学的老师，可以说为了我们地方的文化还有工艺往下再扎根，也开了这个社区大学愿意来到我们社区大学来做一个教导，让我们很多学员能够学习在地的很多的工艺。那尤其真的在地的老师真的大家非常用心，那真的在教导这些需要很多的一个工序，那也学员也非常有兴趣能够学习到在地的一些文化工艺的这种艺术，能够往下扎根的这种技艺的这个传承。尤其现场很多的这些作品值得我们一起来参访，欢迎所有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鹿港，能够来到我们读书艺文中心来做个参访。是，谢谢。哎，站长刚刚有听到是有点不一样，它这两超是扁的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三角形，只是我们过来，没有，等他进来就好了。你拿你的花盆来呀、啊，拿你的花盆，拿点快去拿你的花盆，然后我来讲，不错，你的花盆，你的花盆拿来，对呀、快点，你去拿你的花盆来，一串种植，很棒。看我一下哦，来，一二三。盖章哦，一二三。1, 2,